我營會咧就係由香港嘅著名發展商新鴻基咧精心打造嘅，入邊主要咧就係開放式啦、一房啦、兩房，咁就夾埋咧就620伙嘅單位，咁啊剩翻25伙咧就係三房嘅單位。咁啊嗱，佢租嘅話就係消耗得比較快咧，就係開放式同埋一房。咁而家剩低嘅咧，大部分都係兩房嘅單位嚟嘅。商業式會所咧係由平台花園啦，就加呢一個20米同埋25米嘅室內外冷暖水泳池，高端嘅租客啦，比較歡迎呢一種嘅會所嘅設計嘅。咁啊，最後咧就可以反映翻咧喺嗰個租金嗰個升值啦，同埋樓價嗰個升值嗰方面。